水在那里泡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就好像很大事。有发炎过吗？没有，他只把蛇盘推下去了，就是一小的猪猪皮啊，那个还好。找得到吗？可是我要帮他去看。对，妈妈不是会很紧张吗？我觉得还好，那么小一颗，那个没有什么。会很惊悚吗？你？不会啊，圆圆的圆球上面的那个是整只，你们是想的多恐怖？突然又被大家来讨论。Y2K 时代的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他很健康，也很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。他有问我要不要试试看，我说我可能退休的那一天，但我就想退休那天皮松了吧，那个会不会垂在那里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就好像很大事。有发炎过吗？没有，他只把蛇盘推下去而已，就是一小的猪猪皮啊，那个还好。找得到吗？我说我要帮他去看。对啊，妈妈不是会很紧？我觉得还好，那么小一颗，那个没有什么。不能惊悚吗？不会啊，圆圆的圆球上面的那个是整只，你们是想的多恐怖？下面那个手机上，我怀疑上面小偷偷。但它还是一个金属啊，这种不都会上社会新闻？